好，你看哦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个反应。He's my girl. 要跳舞来看看嘛？对，不要怕，哎，来来来。阿明，我们要去哪里？瑞士。9, 8, 7. Oh, it's my birthday! Yay! Yeah! Happy birthday to you! Thank you! 哇，杨千华耶，从到哪都碰到他。我们是朋友啊。嗨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太红了。瑞士没有认识你吗？所以杨千嬅演唱会我们看了没？看了没？有。他是我们的嘉宾。对对对。过年是熟，不用给钱啊，不用给钱。好，你看哦，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个反应。He's my girl.想谁？最想妈咪。我想。没有参加篮球赛。没参加到比赛，现在去练球哦。做完了，我们就要换悲伤为力量，对不对？敢拉黑你妈！忧郁，为什么daddy没来？因为daddy不喜欢被别人认出来，他会。你想他吗？公公在，公公陪你玩哦。他在，他会陪你玩三分钟。两分钟哈哈哈哈
我们不会打吧？家长是什么教室？1、2、3，再来！小松松，你把我踢得好远！来，你这多大？我打完了，那我教你打你，你放。去拍照喽！来了，对，找一个自己帅的自拍啊，来喽！哎呀 ！Love you, bye. Love you. 你有没有想 Daddy？ 这是什么 ？Yes. Yes. 想我们吗？想。最想谁？最想妈咪。我想。第二想谁？第二想我。第二想我吧。每一个都想。每一个都想。是我吗？11岁不会跑膝盖。OK， 下面打个圈，绑起来，下面拿上来。我的妈妈很凶，爸爸不凶，但我妈妈很凶耶。是粽子，那个是什么？扫墓是什么节？我错了，丢脸。有开心的傻子。可以。不一定要这样子，因为是因为上班还是比较病。开心吗？耶！最近有喜欢的女生吗？所以你喜欢的定义是什么？她觉得我烦，我觉得她烦。And then I hit her, and then she hit me. 哦，那可能就是婚姻。耶，好像太巧了。我的妈妈很凶，爸爸不凶，但我妈妈很凶耶。那你喜欢谁？我更喜欢我的弟弟，但我弟弟在上海。选一个人去旅行，今天你要选谁？好。澳门是哪一年回归中国的？1999答对了耶！对，你看在我手吧，我是天才。除了。中国的那个农历新年 Chinese New Year， 你还知道什么节？中秋节。Yeah。那个，我们班不就中秋节了吗？登冬了。没有是中秋节了。还是粽子？是粽子，那个是什么？扫墓是什么节？好丢脸！清明节，你是哪里人？中国人。哪里？中国哪里？香港。手机不是。惠州，你要讲一下惠州怎样？哪里？惠州在广东。讲了。碰到就行了，碰到了。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让你看的。耶！
身体也趴下去。别说话。你又不好好教，你教一分钟你就走了。吵架还蛮好看的。Can you stop angry now？ 十一岁不会绑膝带。OK， 下面打个圈，绑起来。嗯。接力打个圈。嗯。下面拿上来。Oh my god！ Oh, that's magic！ That's cool！